你们俩能搭票吗？票，票不票？谁票谁搞？来，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选择。请选择。哇！老秦，这咋了？光跳他还摁我，他还。去，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不是必须那个人有的才能去那什么吗？不是，你们现在合到一起，你们俩老指我干嘛？我也没有，合到一起了，你们一共是30个啊。好，我们中队要给出30张，对不对？啊，30张。预备，计时开始。一支，好，一支，好，出来，继续，来，重新摇，小心。两只好，换人。好的，宁宁，慢点，来走，好，稳定了。光跳啊！这个游戏不是比谁跳的多、啊。来了，玩的好开心啊，姐！再来一次。这次可以穿上去，穿上去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准备走。来了。来了，加油！好快了。成功！弟弟，你今儿不在状态，换人吧，可以换。好，老秦上。原来这个换人机制是给他们的。他喜欢左右，反正我看他，对，他喜欢左右。你就改变你的思路，但你不要跟着他们走。他们很喜欢找规律，左右往里面上。好。现在换老秦，3-1，老秦进攻，来，过来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见没？三二一，看见没？对不起，没事。老秦一过来就好忙，不但要玩，还要帮白宇挡水。不紧张，您不紧张啊！好，现在依然是3-1，现在轮到白老师进攻，来，三二一看这边，漂亮！好，现在老秦现在追上1分，2-3，现在又来到白老师进攻，三二一看这边。好好保护白宇啊！漂亮！哇，挡得好！哇！在我脸上！都在我脸上！都在我脸上！天哪！3-0，太帅了！好棒啊！你值得得到一个奖励，你想要什么奖励呢？我先攒着，先攒着。真的，白老师脸上一点水都没有，那雪琴脸上倒是有点水了。好，来吧。好，现在场的比分三比三平，依然轮到白老师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第4分，
雪琴挡得越来越都到自己身上了，都到自己身上了。好，现在赛点了，现在4-3，白老师进攻。3-2-1，看这边，漂亮。哎，妮妮姐，你这杯水怎么没了？你这杯水是？这是准备泼，又是准备打。现在绝对的赛点。好，现在4-4。现在谁赢了，就赢了整局的比赛。老秦，你们输了就120喽，就这把哦。我本来没有那么大压力。输了就120哦。好，我们双方最后思考10秒钟的时间，好不好？往下，往下。来，3-2-1，看这边。哇！3-2-1，看这边。看这边。哇！是不是？是不是姐？厉害，绝杀了，相当于。太帅了！非常好。力挽狂澜啊！非常好。好了，今天。哎，你刚刚是演孟子义呢，还是在那儿演我们呢？在这儿，我们都商量好了的。太厉害了，商量好了的。现在2-2。对，云瑞现在2-2，把比分追平了。现在这边换上了老秦。好，来老秦。妮姐是这样的，他呢爱泼别人裤子，不用挡我脸。哎，你要不要这样？哎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安全了啊，来准备，现在老秦进攻，二平。来，3-2-1，看这边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为什么一个攻击的人也要被扑啊？他都这样，还是湿了。没有一条干的裤子能从孟子义这逃开。对不起，不是故意的，我太紧张了。那依然是老秦进攻，好不好？2-2，来。啊。哎，拿哪儿去你啊？哎，拿哪儿去你啊？你拿哪儿去？好，没事，孟姐，咱就10张，我能保住。准备，2-2，来，3-2-1，看这边。老秦，你专注，你不要管那么多。对，3-2-1，看这边。来，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等我。2-1，看这边。2-1，看这边。等我。好，云瑞再得一分，3-2。厉害。好，继续。3-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。哎，这不算。再来一个。我觉得做了就是往对了，老秦赢了一分，3-3，3-3，现在云瑞进攻，云瑞进攻，3-2-1，看这边，3-2-1，你别慌，你别慌，云瑞别紧张，3-3，来3-2-1，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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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扣一分，这肯定得扣了，太过分了，这得扣了。太过分，老秦那句话都没说，三一呼，现在变4-3了，我不泼了，赛点了，云瑞进攻，因为现在他们4分了，你如果再输这一次，你们就输了。是的，加油，3-2-1，看这边，漂亮，2-1，看这边，我不泼了，2-1，看这边。3-2-1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又拿错了，再来一杯，漂亮！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我就看妮妮到这个游戏什么时候懂得拿盾。妮妮端着那个干一个，
没事，姐，不差这一杯，没事儿，姐。好，来，最后一局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绝杀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一看这边，一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！又被绝杀了！我发现了，秦霄贤在每次赛点的时候，他又把手势换成这个六。为什么这样？对，好六哈，好六！祝贺我们的中队获得了这一轮的胜利，他们的惩罚卡将减半。有请下一位受害者，哦，不是那个，有请秦霄贤。老秦撸着他并不存在的袖子，鼓起了他并不存在的勇气。哇！你看肌肉，哇，太吓人了！这个一个杆儿，一个墙。好，我宣布一下这轮比赛之后的大家的成绩。怎么了？早了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不礼貌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还有选手在上面呢。还没比啊！哎呦，对不起，不接戏。我就跟你商量一个事儿，怎么说？咱们就是快，怎么样？行，我起来，我推完你就推我，行，好不好？先石头剪刀布决定，不需要，老秦先进攻，来，三二一，哇！你比他体面。来，老齐进攻，来，老齐进攻，漂亮！结束了，就赶紧把他放出来。你已经很体面了。老秦甚至快跑！金汉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！对不起，二位老师，我自己躺下来。我们汉哥陪你躺了一个，来，擦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游戏，身体上绝对不会有任何伤害。心里我心痛的，我本来以为你戴的是墨镜，原来是泳镜。中间有一瞬间我看到老秦在里面仰泳。金瀚第二次进攻，看看他这一次要选择的是，反了大哥，一前后前，这么荒唐，超过他，超过了，我谁追谁呀？我俩，他追你，他谁追谁呀？他是，放过金瀚吧，金瀚你坐下吧，老秦也休息。